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很可爱哦，还可以互动跟抓把戏哦，还有幽默必配音哦，自由度极高，技能强，角色好练，关卡好玩，画质也好。你只玩过 Pokemon Go 吗？来玩玩看我们 Pokemon Let's Go 哦。还有超多糖果哎！想到这个不来嗑糖果好了，吃糖啦，皮卡丘！来加血加血啊！来梦幻吃，吃爽没？梦幻，我800多颗啊！2018了，还是要一颗一颗吃哎、啊！来什么魔游戏一个人买？什么意思 ？Creeper 8818，我再一个一个买。你说有什么游戏里面买东西，每天给你放10个，然后要一个一个买回来吗？哦，2018还有这种垃圾游戏啊？不知道是哪一款，应该不是出在手游上吧。吃饱没？梦幻哦，你看这个，一次吃20颗，中毒了。哦，好香，怎么这么香香？哎，吃饱了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 L 等级的，继续吃，继续吃。不用停，不用停！看，我觉得这个超好笑的，这样吃一吃大师的问题迎刃而解。听说你招式很屌是吧？那就看每一个丢出去就决定是你了，妙花椰技，然后得糖尿病那一种。哎，得糖尿病那一种，用个花瓣舞，啪嚓嚓，直接死了。你根本不知道大师会什么招，他就直接死了。听说你是大师是吧？啊，这一代应该说通关后要素比跟以前比起来并没有少，而且都简略了很多。虽然简略了很多，血尿程度却不减。两颗球 ，X 的绿色的，这个再不中我就他妈怎么样？哎，没有怎么样，中了、啊，反正都中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哎呦！挥动手指刺激自己的大脑，从全部的招式中随机选出一招使出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你就看到梦幻一直对你比中指，然后突然从他骨间喷射出一发破坏时光，怎么会是死海豹？嗨，我刚刚每日免费抽，就抽到了当期限定角啊！哪一套服装的图？随便，恶心。我觉得服装还好，画面呈现比较重要。这本服装都长那个样子啊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是网路霸凌，这是替身攻击啊！可是反而是那个、欸，反而是路上的那一些训练家或者是道馆馆主会比较吸引你。我刚刚又抽到了2只5星啦！你的怪力图鉴开没？还没？你要帮我换吗？顺便帮我升耿鬼。你昨天刷耿鬼，刷鬼是通刷很久。我刷到40左右的时候断那个断连锁哦，昨天那个真的超靠北的，我妈丢球，就是一可以丢球我就丢，然后摇两下弹出来，我再丢一颗，还摇两下逃出来，直接逃，完全不给我机会。好、啊，你要什么？紫胖鼠，你有连到东西了吗？我是连干，我还有挑得很爽，我连到胖仔啊，胖仔啊，哇，胖仔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等下充电，充电。哈哈，要换一个密码。好了，虫子胖，好连。哈哈，连到了。啊，我还在正在连线，寻找连线对象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这是谁啊？刚 O W O 卖乱了啊 ！O W O。哈哈哈。表情符号啊，那你喊好了，你先喊，然后你再按，我再按。你有按远处的人吗？我看哦，是吧？这是远处的哦，我按附近的啦，北七哦。哈哈按波波绿毛虫小拉达，你这是鸟虫子啊？你没有带兽啊？那你要什么？你要快龙的？快龙，快龙，送你都可以啊，很废。他很废，很废就不要给我，靠废啊！很废啊，给我！我这一只是用 Pokemon Go 传进去的，好像是不怎么样，没记错啊。看，很废啊，给我！拜拜，快龙！是吗？欸，你可以拿去飞啊，很酷欸，亲像飞龙飞出天欸。
啊，这是快拳佬要还你吗？不用。好，那我就放着。换耿鬼啊！你看要不要你先把你那只好的鬼之痛拿来换啊？好，我把耿鬼换过去好了。耿鬼，耿鬼，68等于35啊！干，破关之后就超快的。哦，这只也是不怎么样，拿去用吧。我超能力就是胡弟跟超梦打天下。你知道我在 Pokemon Go 超梦 IV 超好，竟然直接20等，他妈的，完全不想练。他丢了我50颗高级球，我妈抓到吐血，可怜。耶，我的敌鬼，拿去。你有看过我这一只吗？哎、欸，那这在哪里换的、啊？我有看，我没有遇到，我这是小拳石换的。这是阿罗拉，阿罗拉的小拳石。进化就会变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记得好像前期可以换，可是忘记在哪个位置。对，对啊，我有印象。这场超丑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有个性多了，跟原本的比起来。欸、怪力要学习怪力啊！你要换哪一招？怪力是什么？他有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怪力这招是什么。随、啊、便随便算，怪力是一般的、欸，你随便尬一个就好。那开图鉴我没有要练。哦，那我把健美换掉好了，招式里会有健美，干，因为他很美。谢谢龙龙眼，耶、yeah, ！开图鉴，过去一个奇怪的石头，回来一个超级壮汉，这游戏越来越恐怖。傻眼！感谢阿北，相换两不厌。耶、yeah, ，变成敌鬼啦！耶、yeah, ，通天神探葛仁杰，耿仁杰啊！葛仁杰，沙迪，好乐梗 KTV， 为什么要一直抓呆呆兽？因为我一直想抓呆呆兽啊！要不要写一篇论文给你看？为何要一直抓呆呆兽？比鲁莽。色为呆呆兽是白色的，然后可能你看。色为呆呆兽，哇！我刚刚一进地图就遇到色为的呆呆兽啦，就是这一种。要不是他妈这一本不能战斗，抓色为感觉好累哦。这一版就像是吃鼻屎一样，几率极高。吃鼻屎是什么几率呢？就是你鼻孔歪歪，突然觉得嘴巴很痒，伸进去含了一口那样子的几率，并不是天天有，但就是会发生。红宝子抓到金色的小狼犬，结果被表哥偷走。哎呦，货真价实的 NTR 哦！真的，这代还能锁个性，哇操！这个就是什么？任天堂先给你一点甜头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很可爱哦，还可以互动跟抓发型哦，还有幽默必配音哦，自由度极高，技能强，角色好练，关卡好玩，画质也好。你只玩过 Pokemon Go 吗？来玩玩看我们 Pokemon Let's Go 哦！完了，下一版一出他就开始搞。你说哇干 Pokemon Let's Go 真好玩！任天堂唯一可以跟你说算是好处，就是他没有成就系统，也没有任务列表，他就摆在那边，你要打不打随便你。很贪婪的玩家呢，就是会有一种干每日只能打一次，妈的逼！像每天可以打一次八大道馆，每天可以拿一个银色王冠，每天可以拿六个隐藏在赌场地上的小道具，而且有机会拿到很好的东西。原本你都觉得，哎、欸、，Pokemon Let's Go 小朋友在玩的。当你知道这些资讯之后，啊啊啊！哎，没有钱，抓不到色尾，王冠好难拿。那十二点一过，你又冲过去拿，哇，王冠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任天堂游戏玩了十几年了，从来没有变过，都是乍看之下小朋友在玩的，而且还真的他是就做成这样子。任天堂游戏一直都好屌，就是你要去懂它的，就是作为一个入门新手教学，它最多都是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这游戏怎么运作了。但是它后面的妹妹角角哦，像这一款、啊、你教你阿嬷玩，差不多也是一个小时左右，他就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。但当你玩得越深，它东西越多的时候。造反、啊，那我看就是锁个内链，然后再抓100只呆呆兽了。哦妈，你和我 meet 了，我对他 say goodbye。
新歌占卜，占占卜。热线你我他，我靠，这个也太老梗了吧！热线你我他，我操！妈，民国七几年的用词啊！我一直觉得他妈任天堂的中文翻译很屌，他们那个动物声友会到底是谁翻的？真他妈屌！西施会又是谁翻的？天哪！干嘛你要玩？这件是桃红色，我跟你之前那一件不一样。记得你有个颜色跟这个粉红色一模一样，就很像，看起来很像。尤其是那个时候夏天，你要瘫软，就更像了。哎，好，好，送到我。抱歉，左右手不同步。莫急莫慌 ，patient。来，肚子饿，很饿啊！我中午只吃了一个小汉堡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其实已经不错了。哦，这个也不错。哦，哇哦！世上最美的呆呆兽终于姗姗来迟啦！这个。最完美的就是这一只了，欸，这再特别胖，完美重现。除了攻击比较差一点，其他都很好。然后又是母的，又胖，哦，1.5公尺，真低肥。然后这里有7只，看有没有有缘人吧。就是这一只出类拔萃，我要替换到我的队伍里。谢谢哆啦 A 梦幻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日程。从此以后，哆啦 A 梦幻就要放到后备去了。不要怕，梦幻依然可以加入我们百元神兽队，就是这里。口令明天大赛，大家的球都是100元的那种。耶耶，百元神兽队，看我的梗鬼啊，敌鬼啦，抱歉念错字了，他还是600元的幽灵呢。这一版300而已啦，300鬼，只有真正的神兽可以加入我们百元神兽队，其他应该废除。你怎么可以站在我们百元神兽队之内呢？哦，这一版真的容易，又可以锁个性，又可以连锁，还越抓越强，连蛋都不用生，连爸妈都不用找，再也不用放一只包那个叫什么百变怪跟沙奈朵进去了。我今天用的网路够多了。开换 this 一步虫子，来丫头上，你会冲我笑？你用一只比比鸟，这个绝对不是观众。比比鸟，龙龟头，抱歉，龙龟鼠，麻达麻达，这一看就是观众嘛的，丢这个。给你13等的地鼠怎么样？拜拜地鼠哦，麻达麻达赚翻，13等换4等，瓦斯蛋。那我给你一只17等的比比鸟，怎么样？划算的交易。双蛋瓦斯，给我双蛋瓦斯。那我给你一只15等的胖丁，怎么样？划算的交易。哎，所以肯泰罗德斯，那怎么样？为了回敬你，我用龙龙眼跟你换，好不好？划算的交易，拜拜龙龙眼。哎，皮可西，好，5等的，这个我一看就他妈知道是从那个东西拿下来的。那我跟你用一个划算的6等的铁甲蛹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高你等，哎，屌波，拜拜铁甲蛹，划算的交易。麻达麻达送来了皮可西，要好好疼爱皮可西哦。哎，你怎么跳了？我想说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我送你一只呆呆兽就算了。再会了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没了，不是那个有缘人，不然你 Discord 跟我讲，我再给你啦。好，下面一位，来，我们用胖胖鼠熊猫肚脐，肚脐哥哥，哎，我看到你有胖可丁，还有霸王花，好不好？好，划算的交易，我用风速狗跟你，风速狗好贵，我用小火马跟你换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吧？划算吧？
摇火马哎、欸，开玩笑。要好好疼爱霸王花哦，好哦。哎、欸，所以霸王花还你，谢谢霸王花，就是每天100万次的谢谢你霸王花。身体非常有弹性，当它用力吸气时，身体可以 无限制的膨胀哦。跟我去 Sukiya 点东西吃的时候一样，我觉得今天的我吃得下2碗牛冻。哎呦，泥多厚是不是？哇，呆了啊！胖可丁还你，谢谢胖可丁。哇哦，胸部超大，什么泥多王？嚯、哦，泥多王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泥多厚还你，谢谢泥多厚。要好好疼爱尼多王哦，这个厚道嘞。你还有吗？你有雷伊布跟火伊布吗？哎，所以尼多王还你，送来了雷伊布，要好好疼爱雷伊布哦。不一定，我可能等一下就还人家了。稍微受点刺激就会哭叫或生气，每当他的情绪发生变化时，体内就会累积一些电力。我是国中女生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啊你那个嘞，你雷伊布要拿回去吗？你有火伊布吗？哎、欸，你也有火伊布啊，那么厉害！你火伊布就24等哎、欸，你应该也是收图鉴而已吧？你有要这只火伊布吗？你要的话呢，放一只鲤鱼王来看看啊！你要。啊，你又不要了是不是？啊，你要你要，还你，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真滴太完美了，这个给你特工低一点的相当好，怎么样？我有这个啦，降特防的啦，这一只比较强的，好不好？特防低10%而已，够强了。这只给你 ，Saki Ball Go， 这是我精心调教出来的5V 呆呆兽。算个性差了点 ，Saki Ball Go， 哎、欸，日粉，如果你下次真的要再搞那一套的话，你先跟我讲。你知道你那一只色尾的巨精怪，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拿出来过吗？我每次看到你都会想到那只巨精怪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还是你有想要那只色尾超级巨精怪？我再把3DS 充电还你。我不用，谢大哥，好吧，你都说不用了，呆呆兽哎、欸，5V 哎、欸。真的不要，算个性差了点。哇，真了不起，终于把宝可梦图鉴收集了。哎呀，真是太棒了，恭喜你集齐图鉴。那我来表扬你成就吧。奖状，玩家陆文我，恭喜您漂亮的完成了宝可梦图鉴，为表扬您伟大的功绩，特颁此状之鼓励。Game Freak， 我从游戏总监那里得到了闪耀护符，让其他开发人看看你的图鉴吧。很厉害嘛，要冒险的刚开始呢，才刚刚，他妈这句话真的不是开玩笑。你完成宝可梦图鉴啦，我编写这个程式是值得的，真的，谢谢各位大哥，恭喜完成图鉴，变成熟了，模型还是用同一个，你不用理会。